一起出发吧，让我们一起来开启旅行之门，从向阳之地稻城亚丁，到天边草原乌拉盖，再到大山深处的湖南永州江华。我们教孩子们热心公益，保护环境，带他们体验新时代的牧民生活，用脚步来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起出发吧，让我们一起共述成长故事，给远方的孩子们带去最亲近的温暖，和留守儿童同吃同住同学习，一起学会责任与担当。看一起出发吧，请上芒果 TV 国际 APP。 我们的第一次出发来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这里有壮丽的雪山，宁静的湖泊，辽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还有徜徉在美丽草原上的牛羊成群。这里有大气奔放的藏式民居，鲜明的色彩和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却又无比和谐地融合于自然之中。这里有热情好客的藏族同胞，还有天真活泼好学上进的藏族孩子。这里会给孩子们怎样的惊喜呢？在南二零，这不知道啊，这里吗？杨大爷，哎，那是多少度啊？到那儿？那高原。高原。肯定冷啊，你到时候别头疼，动脑子呀。这么说，我现在就觉得脑子有点凉。你知道吗，乐乐多？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叫高原。高原？什么是高原？高原就是太阳非常亮，还有雪山。雪就是这么白的。对。太白是怪奇。是的。咋了？咋哭了呢？你之前跟爸爸出去不是就咱俩走你也挺高兴的吗？这回咋不高兴了？你是觉得跟爸爸在一起没意思吗？你伤我心了。那什么 baby。这不远。什么 ？Turbulent。Turbulent。Turbulent weather. Weather. 你知道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吗？你学习英语不代表说你以后一定要说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别人在讲什么，懂吗？哎，看那个机场像不像一个大飞碟的，是不是？像一个过山车。他是有点高原反应的。哦。谁是杨雨辰小朋友啊？啊？那是谁？我是。您啊。春哥。春哥。
小春哥，慢慢走，不要那么快，特别喘、啊。对，看看这是什么？就是木卡，看一下线。你这是饺子是吗？还讲？冷不冷啊？冷就老头头上刮一下。行动要轻缓，心情要愉悦。你给演个鱼，我看看。那么假的吗？啊！哎呦，怎么了？哎呦，这是你。哎呦，春哥。对。哇！你加的呢？加斯本呢？那好，你感觉好像有点不舒服。对。那还好，应该 OK， 谢谢。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海拔有多高了吗？4000多。真的缺氧很厉害。你呼吸难受吗？我有点头晕。走路不会走吗？脚尖冲前。给我回去，听到没有？你不愿意来就别来了。休息，回去。你们不能来了。好，准备好的跟着我走呗，跟着春大爷。上车了，要干嘛？健身的。对，自己进。来，你吸。没有味道，你闻，吸，走，有味道吗？没味，你再吸一下，哦，多好啊！小子，看我，有股草的味道，闻一下，诺拉多来了，还有一个，哎，小花布，啊不 ，sorry。饺子啊，饺子 ，sorry， 出发，你知道什么叫高原吗？现在我们就在高原，你看，我们就高原。我下次去一个地方给我好高的滑梯，我下次给你看。它不是熊，它是 straight， 手很直冲，对吧？冲。Oh, I'm so scared. No, you just look, don't play, but look. 好玩过吗？So scary. 不用怕，我马带一下。大山。对呀、啊。又是大山。我们在这里呼吸，一定要用鼻子吸，然后用嘴呼出。欢迎陈开，奔小康，守法治，爱祖国，敢党恩。嗯，饺子，好漂亮。对不对？你看这全是小花，太好看了！你看，出发了。这个水好干净啊！好干净呀！看前面什么？不知道。会不会攻击人？我们是要从这儿过去吗？它被拴住了是吗？对。那怎么办？我们要绕过去吗？还是把它解开？我们牵着它走啊？有。OK， 放松。来，我给它引转一下，不就得了吗？不。哦。往这边点，来，亲爱的，往这边点，来，上这边点，来，好，走吧，你们。陈小多，这个是牦牛，你知道吗？你看它长了好多好多毛。但是
身上好脏呀。他该洗澡了，对吗？对，他洗澡了。走来，爸爸。哎，亲爱的朋友们，村长！哎，爸爸，好漂亮的房！爸爸，爸爸。哎，早上好 ，Jasper。早上好。伦纳多，早上好。饺子，早上好。我带一样特别的漂亮的花等你，我给你挑上一点花等你，爸爸，我给你挑漂亮的花。好美的小花呀！好美的小花！谢谢你，乐乐。不用客气。来，开始前我们要先鼓个掌啊！来，哎，鼓掌。你拿着吧。我拿着，你鼓掌。好。我们一起出发吧，欢迎大家。这里就是稻城亚丁，大家看，纯净的雪山，纯净的河流，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会有许许多多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正在悄悄地盯着我们呢。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三天两晚的旅行当中，我们一定不要打扰到它们。好，让我们一起努力来守护住这份纯净，好不好？白的黄的黄的棕的西的南的北的你的我的大的大的大的小的高的，好的话自然你选择。哎，有朋友来了。白的黄的黄的棕的西的南的北的你的我的大的大大的小的。手里拿的是棒棒糖吗？大的大的大的小的，任你选择。高山上的猫哥哥，高山上的猫哥哥。让歌词记不得啊。几位，谢谢谢谢谢谢，特别好啊！先一会儿再唱吧，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啊！特别好，特别好，再唱一会儿就能缺氧了。有一种头晕的感觉啊！站长，哎，谁呀？哎，你好。你叫什么呀？我叫林轩。哦，你呢？我叫彤彤。哦，彤彤。你们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捉迷藏。那我们不能带着你啊，因为我们要去旅行了。你们想去旅行吗？想。想要去旅行啊？那你看一看有没有能带着你们的大人呀？周围好好看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其实在飞机上还有包括开车，总有一个哥哥在暗中默默地保护你。谁？哥哥，对不对？好了，军军哥哥，别拍了。他是 MIT 史上最年轻的金融硕士，曾连续5年在英国获得全国数学公开赛金奖，被称为数学天才。第一名何猷君，2-1，祝贺本场冠军何猷君。我觉得在我字典里面不存在输这个字。Let's do it。嗨，大家好，我是何猷君 Mario。 做摄影师去慢慢跟他们有浅的了解，然后让他们对你就是有足够的认知，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让小孩容易接受。君君哥哥，你怎么有个摄像机呀？因为我是摄像哥哥呀。哇，我长大也想带一个摄像哥哥。哎，我有一次我就以为是摄像机这么冲进来。来，我们大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新伙伴何猷君，还有他的两个小宝贝。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要选房子了。但是加斯伯以前和我们一起旅行过很多次，他知道在选房子之前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加斯伯，收什么？收什么东西？那个收手机呀、啊！收手机。对不对？收手机呀、啊，收玩具，收水杯，收零食。饺子，你快点吃，最后一次机会了，知道吗？过一会儿就不能再吃了。好的。好吧，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的 iPad 他们要收起来了。他们不给我们了，接下来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都交给村长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乐纳多，你拿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小铲子。啊，一个小铲子，你的玩具。乐纳多很棒，乐纳多很棒，把他自己心爱的玩具一个小铲子也交给了村长，这证明他的旅行是非常认真的。对，你们谁还有玩具就赶紧都拿出来，好不好？爸爸，拿你的手机，手机也是都是的。我的手机，好吧？对，你手机也是。因为手机非常好，装进去。对，那你的乐高呢？也交出来。啊，也交出来，你真大方啊你。哇，乐纳多把他自己所有的这么多的玩具全都交来了，很好，表扬。对，这没有的。那不是，那是餐具。你餐具，乐纳多，乐纳多，乐纳多，那是餐具。你拿手抓的抓东西吃吗？我帮你的去。哎呦，谢谢 Jasper， 非常好，装进去，对，很好，表扬。对，不晓得饺子那里拍到了没有？饺子哥在哪？在那里啊，后面。抓紧时间吃啊！你别给他喝凉水啊，一会儿他闹肚子。都流鼻涕了。啊，都流鼻涕了。对。一下吃撑了。这些东西在大家旅行结束之后会还给大家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干什么呢？加斯伯是知道我们要接下来干什么的。加斯伯，我们要干嘛了？选房子。找房子。对了，我们就要找房子了。那我们的房子在哪里呢？大家往那边看。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房子很漂亮啊？哇，啥也没有，那不就一个旗吗？村长，你是缺氧了吧？村长，你是有幻觉了吧？村长。接下来好像你们最想要的房子选了，你就住哪儿？那五个房子你喜欢哪号啊？一二三四五。三号。三号啊。这是三号。我们的房子到了吗？是二号。你要五号。嗯。啊？确定吗？五号好像不是太好啊，我觉得一号比较好。这都是了。我觉得一号好。我是五号。啊，我五号。你确定要五号？嗯。我觉得一号最好。你为什么要选五号？能告诉我吗？五号是我的幸运数。那五号不是我的幸运数字。好吧。我们选一个一号，好不好？哇。你没踩到水吧？没有。好，萱萱、彤彤，你们看、哎，那里有点水，要不我们把那个变成我们的游泳池，好不好？好。来，我们过去看看游泳池。好的。来，村长，我们还有游泳池呢。游泳池？他说要游泳池。
多纳多，你是不是踩到水里了？快过来，快过来，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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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哇，你看，很漂亮。走。爸爸。啊，你爸太累了，走一会儿。累了。啊、你走那儿，你走那儿，爸抱你。爸太累了，爸爸。爸爸。我求求你，爸爸。你爱我不？走。啊？走啊！啊！哎呀妈呀，小时候一点都没这么疼。多多，好的好的，知道了啊，知道了，知道你想妈妈。意思是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然后回去才能找妈妈。你明白吗？走路，我们往前走吧。啊，走，过去。杨雨辰来了，我从哪边走的？那边。走回去。衣服能拿好吗？所有人就等着你啊！快点，快点，衣服拿好。快走！包背好了。走路不会走吗？脚尖冲前，脚尖冲前。走过来。不会走是吧？不会走是吧？跑上去！啊，走回来！能走直路吗？脚尖冲前。会不会走？会走了吗？太美了，你要不要拍？拍还是不拍？我不想跟你拍。拍不拍？哎，这边，嗯。好，我们跟着走。你们累吗？回去。我们吧。哎，萱萱。回家。干嘛？回家。出雪。哦。你为什么要回家？我想回。为什么想回家？好累。你好累。那哥哥抱你好不好？好的。哥抱你好不好？好累。你也好累。那好，这样子，我一人抱一边。可是你要勾着哥哥，不能放手，知道吗？会不会摔倒？不会摔倒。来，你们两个抱住，抱紧，抱紧哥哥，抱紧哥哥。加油啊，哥哥！好，哥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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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要加油！哥哥好厉害呀！哥哥当然厉害了，哥哥能抱两个人当然厉害了。你可以抱三个人吗？不行。你可以抱100个人吗？怎么抱100个人呢？
哎，我们今天晚上应该房子已经睡这里了。看第一个。哦，谁是第一个？第一是耿乐儿子。我们二号在下面吧，应该是。二号在哪里？是二号。啊？二号。是我们家。我们到了我们的家，好大哦！哇！哇哦 ，nice， 很好啊，不错啊，舒不舒服？哎呦，不错哦。哎呀 ，Jasper， 啊，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睡了。你好，扎西德勒，扎西德勒，你是我们家的朋友吗？对对，是我们是我们的家人吗？对对对。啊，哇，我太厉害了！走吧。爸爸，我出来是小朋友玩。小朋友玩啊？你先看看家里啥样，再去找小朋友玩，好不好？两步，三步。爸爸，你可以把那边。哇，这房子好好玩！哇，是这样的呀？啊，这是，哇，哇，哎呀呀！这是一个城堡吗，乐纳多？哇！乐纳多，哇，真的是要让我们住城堡吗？咱们去先看一看，看看我们的一号房好不好？我也住了城堡。哎，前面是谁啊？乐纳多。乐纳多，我们去看看他在干嘛呗。哎，你看还有小朋友过来了。你看乐纳多都不用抱了。啊，你抱下来的？对啊。来，红色来了。哇，这个一号城堡，一号城堡。哇哇，这是一个大客厅嘛。那我们去哪里？我们啊，我们找房子啊。哦，好吧。哎，找房子呢。我们是按照号码找。你找到了？对，我是一号房。这里是一号房吗？是一号房。那里面啊，好，我们不是这里，我们记住耿乐哥哥在哪里。你们可以在这里先玩一会儿。对，所以这整个房子都是耿乐哥的吗？你们刚才选的是几号？四号。四号，那我刚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不是进这个院子。OK， 行。我们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好不好？哥哥，我们的房子在哪里？你知道吗？是四号房。四号房在前面。那个怎么？好，你可以带我们去吗？我可以带你去。好，我们谢谢哥哥带我们去好不好？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好，谢谢。上面还有一楼。对，上面还有。哎，就这里了，我们家就在这里。上面可以。哎，这里有灯。有这个床，还有沙发。那今天晚上彤彤就睡这个床吗？对，我要在外面保护他。那怎么？那你睡哪里呢？你要保护他？我彤彤睡这里，我睡这里，我来保护他。好，那哥哥睡哪里？哦，你睡沙发。好吧，那哥哥睡沙发也可以。哦，一号在这儿，呵呵，这是我刚才要选的房子是吧？四号，咱们五号房是最上面的那一个房子。那啥了你？现在如果杨雨辰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抱他一下。我不管，他自己选的，自己承担。
你不是五是你的幸运数字吗？太棒了，卖过去。这个是不是我要选的？嗯，是我要选的吗？你要选五号，棒棒的。你能不能快点？能。不能，我就让你跑到村口再走回来。如果先让我跨进门槛，就从头再走一遍。再见，再见。你好。嗯，那你看看。嗯。还是一样。如果先让我踩到门槛，咱俩从头再走一遍。美不美？美。啊？值不值得？值得。那你再跑更远点，更值得。下次你选几号？一号。下次一号在最远。哎，喘过来没有？你包谢了。回头让你妈看看。这真是得累。真是得累。嗯。这是谁啊？我的孙子。不是吧，女儿的儿女儿的女孩子。您今年多大了？这是这大我十岁，这都有孙女，你快点。这嗯，好吃。好吃吗？好吃啊。你觉得比妈妈做的好吃啊？嗯，好吧。那你以后愿意跟爸爸来探险吗？嗯，因为你跟爸爸来探险就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肉肉。嗯。你好。哎，一起来，赶紧。啊。我不想吃。那你别吃了。走吧，爸爸不吃了，玩儿。不吃饭？为啥不吃饭？不为啥，是不想吃。来点吧，相信我。饺子为什么你不吃一点点？一点，一口都不想要。你尝一口嘛。当。我让你每天都不吃饼干、零食都不行吃，你现在开始不行吃。零食现在被交上去了。谢谢。你看家是不是吃多厉害？所以饺子都不想要吃，因为你不在吃。我吃了。你吃这样子，饺子吃，你不吃，饺子就不吃。我刚才在房间里，我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我吃，他也不吃。小兔子怎么吃？小兔子怎么吃饭的啊？怎么还要不吃？动物都要吃饭，人都要吃饭，不吃饭的人就会死。看贾是不是吃多厉害？哇，贾是不是吃了一碗饭，好厉害啊！这样，我知道一个办法，给他吃一个小饭。
我给你讲。来喝口汤，吃口饭吧。你看起来是个企鹅。15分钟吗？你们两个可以吗？你要保护他，你是男生，人家是女生哦。好，牵手，我牵你的手，不用，我先牵一下。我们到了，我先回头的，还有一层。靠，可是这么高啊，我不敢上去。可是这么高啊，我不敢上去。我干。你敢吗？我想要下去。不用，你可以的吗？来，我这挡着你吧。我下来了，你要不要我下来？好。多久？3.9。我下了。我再跳一遍。不用再跳了啊，够了吗？特别高，就这么高。你要不要我跳下去先？你前面让你叠衣服，你叠了吗？衣服不会叠吗？教过你吗？衣服不会叠吗？裤子。上次不是告诉过你裤子怎么叠？都这儿吧，我折了几折。裤怎么叠？赶紧的。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家里家长从小就教他叠衣服叠被，他现在全都是糊弄，这个不行。太懒，你太依赖别人，一个男人不能这样。拿起来，我是怎么拿的？
儿子，我觉得就应该严厉一些，他得有规矩。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肩上的担子就是要比别人要重。更多节目精彩未播内容只在芒果 TV 国际 APP。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它用最凝练的语言寄托着前人最真切的情感，而诗词中隐含的韵律更带给人无限的美感。午休过后，爸爸和孩子们一起出发，和当地的藏族孩子们进行了一次文化交流，度过了快乐的下午时光。一起出发吧！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你每天说那个话？哎，因为说了这句话就会很开心呐、啊。因为村长不说，村长就没有工资，你知道吗？你说那么多，我开心。对啊，各位爸爸和宝贝们来得特别好，因为我们村子里头的宝贝啊都放假了，但是呢，他们的爸爸妈妈还得干农活，没有时间陪他们。我们从大学里边来的很多小哥哥小姐姐一起陪孩子们来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我们也掌声欢迎一下他们好不好？来介绍一下我们吧。大家好，我叫杨子耀，我是今年电子科技大学那些花儿支教队的队长。那些花儿支教队是电子科技大学的大学生们自发组织的公益队伍，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到这儿来陪当地藏族孩子们玩，教他们学习。今天我们也加入他们好不好？好。哎，那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宝贝们吧，开始从你第一个。好，大家好，我叫斯纳耶尊，我今年五岁。哎，欢迎。还有这个小妹妹，你呢？她害羞。害羞。大家好，我叫春拉拉春，我今年五岁了。啊。大家好，我叫格勒奇米。我今年八岁了。大家好，我叫罗登斯南，我今年十岁了。谢谢大家。哦，欢迎你。大家好，我是蔡小春，我今年一把年纪了啊。你是哥哥，应该你是年轻一点。都别说话。是吗？对呀，哥哥是很年轻的呀，怎么了？哥哥是很年轻，他十五岁。哥哥不止十五岁。那我们今天呢要分成两个队伍，一个是我们的大医生哥哥姐姐们，还有我们村里的宝贝们，我们是一个队。你们队的名字叫什么呢？我叫格勒奇米。我叫拉拉多。不是，我是说你们的队伍叫什么名字啊？你们是一个队伍。我们叫那些花儿队。那些花儿队。你们是什么队？我们叫这些花儿队。那我们现在呢，两个队伍的名称已经定好了，一个是我们的队伍是这些花儿队，他们是那些花儿啊，那小孩好、哦、乱了啊，没关系啊。那首先呢，先给大家来上语言课，请让我们掌声欢迎大哥小春来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为什么请大哥出来呢？因为大哥的普通话非常好，大哥的普通话非常好。接下来呢，大哥，哎，要给他们来出题目。行。那所有的爸爸和宝贝们一起回答。哦。My daddy is a monkey。记着，有一天，小明骑着自行车，差点摔倒了。嗯。啊，幸好我摔倒了已经了。他差点啊，差点摔倒。我有摔倒在楼梯上。
OK， 好，来继续，依次就念完啊。OK， 再来一次啊，继续啊。小明有一天，小明骑自行车差点摔倒，幸好他一把把把把住了。嗯，问题来了，小明到底已摔倒了没？小明问了，问了，小明到底摔倒了没有？有没有摔倒？抢答，请举手。哎呦，没有，摔倒了。来举手，我们这边的所有同学举手，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他这样摔倒，然后就上了。把把把把住。对，一个把把住了。他把住了。他是被那个两个自行车的车把给把住了，就不会摔倒了。好，来，恭喜答对了。答对了。好，答对了啊！来，我们答对了。答对了吗？好吧，第二题，第二题来。好，接下来。第二题更难了，注意了啊！用毒蛇，毒蛇会不会也被蛇毒死？毒死？来了啊！我觉得蛇是憋死的。问题来了，毒蛇会不会被毒死？刚才谁举手来着？会不会？刚才谁举手来着？好，刚才饺子举手了。饺子，你说，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日日摔倒，不会。什么？你摔倒了不会。饺子还在上一个题里呢。饺子说摔倒了不会，很好，没有摔倒啊。饺子回答对了，给饺子鼓掌。上一题回答对了啊，好，但是我们问的是这一道题啊。嗯，啊，杨雨辰先举的手。两个。会。哎。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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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会不会。到底会还是不会啊？不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懵的。好吧，大哥，让我来念一遍啊，我把这个正确的题再念一遍啊。用毒蛇，毒蛇会不会也被蛇毒死？哦，我现在听懂了。正确答案就是，会。会被毒死。OK， 但对不起啊，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对不起啊，抱歉抱歉。好，有请老师入座，有请。谢谢。啊，非常好啊，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试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到一位爸爸，谁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比较好？我来吧。我在电影学院的台词还是可以的。那你把你的台词功底先展示一下给大家听。台词功底啊？台词功底啊，来，就说顺口溜吧。可以啊，来。扒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北了坡了炮了兵了兵了排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碰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兵炮。有没有人敢挑战的？这完全从拿实力说话呀，这就。请教给大家这个普通话啊，来，在这一轮来。不能吃了。把它转过来，别给人看到。别给人家看到，转过来，不能吃的这个。各位同学，我是你们今天的语言老师，我叫包贝尔。每个小朋友都拿着自己的水果，先说我叫什么名字，对，我拿的什么水果，是，然后传递下去啊。大家好，我叫杨雨辰，今年七岁了，我拿着是橙。橘子，我叫彤彤，我手里拿的叫是梨子。我叫星星，我手里拿的是梨子。好，我叫热拉多，我拿的是石榴。别跑脚，给我咬了一口苹果。咬了一口苹果。Jasper， 我叫 Jasper， 我拿的是李子。好 ，Jasper， 请起立。
对，听到吗？有耳朵吗？我听到了。没听到啊？听到。我听到了，为什么还不站起来 ？Jasper， 起立。Stand up， man。大家好，我叫 Jasper， 拿的是李子。开始。加油，你可以的。Do it。Do it。Why？ Tell me why。有哈又哭啊？对啊，讲。没什么害羞的。我叫 Jasper， 我拿的是李子。对。又哭啊？我不想说。你不想说，你站起来跟村长说，我不想说。行。我不想说。我刚开始都说了，你问他。Jasper， 村长觉得你可以做到，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试了，大家把水果都放到自己的书桌里，哎，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别给别人看到。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哪里？我每次都放在这里。OK。好，我们所有村里的宝贝们，大家听好了，我们正式的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考试的环节了。我说到哪一个，你们就要举手。我们的三个组一定是大家全都对了才能算对，我们要开始计分的。第一题，请问 Jasper 之前手里拿的是什么水果啊？直接举出来，直接举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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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是什么？拿了什么？蛋。我下去吧，你下去。我下去。你下去可以用，拿后面。好，放下吧。好，第二题，请问，轩轩这个小朋友手里拿的是什么水果呀？这个梨子。梨子。举起来，举起来，起来，举起来给我看。好，已经举起来了。好，小杨同学刚才拿的是什么水果呀？苹果。坐这儿正在看天的乐纳多刚才拿的是什么水果呀？举起来，举起来。第五题，最后一道题了。最后一道题了。刚才那个包饺子拿的是什么水果呀？包饺子拿了什么水果？这个。苹果，放下去，放下去，烤他们呢。在烤人家呢，你看，放下去，放下去。对对对。刚才那个包饺子拿的是什么水果呀？举起来，举起来。好，人家举起来了，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后的成绩是，恭喜你们，你们一共回答对了三道题，恭喜。下雨了。你戴上帽子。我们戴上帽子，会下雨了。请注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现在天下雨了，我们赶紧去避雨啊！快走。好，各位亲爱的爸爸、宝贝，还有我们的各位单身朋友，还有我们村子里头的宝贝们。鉴于刚才我们的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晋级了，我们来到学校里了，我们都是了不起的学生啦，要为自己鼓掌哦。好，杨以晨同学有什么话呀？背诗啊。哎，
杨以晨同学一进到学校就特别特别的开心。老师让我先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村子里的宝贝呢，不仅仅普通话说得好，他们的古诗也背得非常的好。那我先说了，妈妈生孩子特别辛苦。你说什么呀？妈生孩子特别辛苦。妈生孩子特别辛苦。对，是的，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一个古诗的比赛，那要谁来比呢？哇！嘿，就要都谁敢比古诗，请举手。我。哇！饺子你也敢啊？饺子你背一首好不好？我听听。妈妈生孩子特别辛苦。我说是背古诗，你会背诗吗？我来。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比赛了，村子里要有五个宝贝来挑战我们的五位老爸。规则是接力比赛，在相同的时间之内，看看哪边背的最多。我们呢一个接一个的背，如果谁背错了，或者说背重复了，就自动淘汰，其他人接着继续轮流来，直到我们结束。听清楚吗？好。那我呢？老师，那我背啥？杨雨辰同学非常踊跃的想要参加比赛，他可以代替一位老爸。哪位老爸觉得可以把机会让给杨雨辰同学呀？我来吧。这其实我太厉害了，我觉得我赢了他们，其实有点胜之不武，所以我索性到小朋友的队伍里，好不好？哼。我也。高翔走是吧？我还起码会个四五首。我们村子里的宝贝们，你们背古诗能不能赢过这些爸爸们？杨雨辰，你现在是唯一有资格跟爸爸们坐在一起的，去吧，来吧。那我可以跟孩子们坐一起吗？啊，你可以啊，你可以啊，加油啊，看好你们哦。小杨同学，现在你的身份。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了，好吧，你是爸爸们当中的一员了啊，好，要加油哦。我们村子里的宝贝先开始，好不好？来，从我们的小女生开始，三二一，开始。杨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句就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赖大多，你怎么过来了？赖大多，你别老拿我帽子，你快去。赖大多，你别老闹了。赖大多，赖大多，你别老跟我闹了，你给我回去，坐你那儿去，听见没有？爸不高兴了，我告诉你，你给我回去，坐你那儿去，你听到没有？那都是你不对，你还哭。是不是你不对？都大家都在上课，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那儿，你在干嘛？你给我回去，你到你那儿去，回去，听见没有？好，下一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下一页，继续。鸟飞它中鸟高飞尽，君有独孤与独。别的小朋友都可以坐在那儿，为什么你就非得过来？你能不能过去？我无聊嘛。你想干嘛？我无聊。无
有。那你问问别的小朋友，你问问他们，你说你无聊吗？哎，人家包饺子那么小，都能坐在那儿，乖乖的。我就叫他乐纳多，啊，就是快乐那么多。啊，到你了。不会。不会了。没有下一个你要坐到后面去了，来，被淘汰了。好，我们下一个到你了，到你了。快想啊，冒号人，开年不绝想。你是啥？楚楚文迪。好，已经背过了。好，你也到后面去坐了，继续下一位。广大，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飞舞，长江两岸柳枝已经发芽了。这是唐诗吗？这是古诗吗？好吧，宝贝儿，你也得坐到后边去了。山村四月送乌鹃，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山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曾桑又插田。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位宝贝，给你们加油吧！啊，加油！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可以坚持到最后，继续。杂诗王伟，君自故乡来，应至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故人居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好，宝贝，你也可以坐到后面去了。好，没事。哎呀，怎么了，后面宝贝你怎么了？你已经很厉害了，已经非常棒，后面这么多了，是不是？没关系，告诉大家，我们刚才背的很棒的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大声告诉我们。罗荣阿王。大声告诉我们叫什么？罗荣阿王。罗荣阿王。我们村子里头的宝贝，他们一共背的古诗是30首。哇，太厉害了！别走，很厉害了 ，OK， 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 ，OK。我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会背这么多的古诗，就让我特别感动，因为这个我们的这种经典的文化在血液里，所有孩子们他们的古诗啊都已经融入了每个人的血液里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对不对？嗯，对，特别好。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爸爸们了啊。刚才宝贝们他们是30首，你们要多少首啊？九十。90啊！哇，杨雨辰很有信心啊。就他说，对我翻译一下，他说九十一首，就我们就背一首就。好，预备开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二客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大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崂山真面目。此缘胜在此山中。哇，哎，好，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哎呦，好好意境。我想一想，等老师，村长，等我一会儿。我刚刚才想起来那个，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好，嗯。床前明月光念了吗？你刚才念的哪一个？不是崂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春眠不觉晓念了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好啊，英莲鸡翅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哎呦，乐哥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结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不足万竿斜。好。有大爱如山，以爱育人，以情幼教人。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哎，大哥，你可以坐过来了，大哥，你可以坐过来了。对吧？还有啥事啊？你慢慢想，爸爸可以说一首长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个一。回来，回来是。我想不起来了。我来，回来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加油啊，哥哥！小彩。挂机名唐莹，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学败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哇，好厉害呀！寻觅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名山不知处。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你别看我也不知道。水无声，春来花有色，春来。可以的，慢慢来，慢慢想，慢慢想。不行就换一首，赶紧。不行就换一首，闭上眼想。春来。没了啊！老师，可以来水孔溜吗？但是我们的小杨同学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对不对？掌声给他啊！厉害，来，厉害厉害，你很厉害，你知道吗？很了不起啊！还剩你们两个了。到五四。三二，掌声给小何，来坐前边来。中国也星宵。我们现在多少了？二十七首，你只差三首就可以打平了。来，我们给乐哥鼓励。加油！最后五个数，五。别，我们也没五个数。观沧海。还能想起来吗？我是。来倒计时，那个，倒计时五个数了啊，五、四，哎呀，登黄鹤楼，三、二、一，恭喜我们孙子连宝贝们赢得最后的胜利，赢了。那些花儿的宝贝们，你们真的。太棒了，对，想当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会也会背很多的。
其实乐哥说的还是心不甘不服气呀，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宝贝们，我们一起再来合着来背一首诗歌，然后送给我们的这些花儿队，好不好？大家一起合着一起背一首，背什么？游子吟，游子吟，游子吟，可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特别好，你们这首诗让我们的勒纳多成功的想起了他自己的妈妈。我们现在走得非常远，来到这个地方和宝贝们在一起这个交流学习，但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妈，对不对？对。能够在这里读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仅仅要学习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学习许许多多的知识，我们还要注意一定要多多运动，要身体好，对不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上体育课了。体育课怎么上呢？我们要来玩最经典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罗罗队。我们的比赛现在要正式开始了，我们这回呢先从我们哥哥姐姐那边开始。哎，我们先问一下，你叫什么萝卜？高萝卜。高萝卜。大萝卜。大萝卜。小萝卜。小萝卜。啊，萝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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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萝卜。包萝卜。好，萱萱，我们这边再报一下，你什么萝卜？我是蓝萝卜。蓝萝卜。 Jasper。 枪萝卜。枪萝卜。采萝卜。我叫粉萝卜。粉萝卜。我叫红萝卜。红萝卜。好，大家比赛开始了，来。高萝卜登，高萝卜奔，高萝卜登着大萝卜。大萝卜，大萝卜，大萝卜登。小萝卜登，小萝卜登，小萝卜登，小萝卜登完，枪萝卜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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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采萝卜登，枪萝卜登到采萝卜登。我采萝卜登，我采萝卜登，我采萝卜登完，红萝卜登。红萝卜登，红萝卜登。红萝卜讲的，红萝卜，红萝卜登。红萝卜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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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萝卜登。红萝卜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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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萝卜炖完什么萝卜炖？粉萝卜炖，粉萝卜炖。啊，粉萝卜。粉萝卜炖，粉萝卜炖，粉萝卜炖完红萝卜炖，粉萝卜炖完红萝卜炖。红萝卜炖。红萝卜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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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萝卜炖完。下雨了。我们亚丁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宝贝们表现得特别的好，现在天下雨了，我们赶紧去避雨啊。妈妈，我爱妈妈。
那你讨厌爸爸吗？我爱妈妈。跟爸爸在一起难过吗？难过。很难过是吗？那也得忍一忍，知道吗？没办法，知道吗？妈妈。那其他小朋友跟爸爸在一起也这么难过是吗？是吧？嗯。那跟爸爸在一起是怎么了？怎么难过了？好吃吗？我想要妈妈。好的，没问题。你哭，我们也得完成任务以后，才能见到妈妈。你明白吗？你听得懂吗？吃饱了，吃饱了。好的，吃饱了。我可以吃饭了吗，罗纳多？可以了。可以了，是吗？嗯。没想到跟一个小孩子独处会这么的难。来这个节目之前，我们没有超过三个小时的相处。我陪他的时间太少，这个第一次真的是对我来说，太大的挑战。那小哥哥可不可以留我们出去？你说你要去哪儿？爸爸，妈，我这说不清楚。你不说清楚，你小哥哪知道领你去哪儿？爸爸，那他们想我不能，爸爸说不出来，那他们讲。去哪儿玩？去彤彤家玩。去彤彤家。嗯。你说我给你表演个海草舞，爸爸好了。那我就回去。爸爸，那好了吗？表演个海草舞，预备，海草，海草，海草，预备，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然后怎么唱来着？什么里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你好好跳一个，不好意思啊。你麻烦人家，你不得给人表演的情况下去，好好跳，预备，呦呦，还早还早还早，浪花里舞。好，可怂了。怎么？怎么这么怂呢？你这玩意儿，你这是。吃午餐。你吃午餐吗？那晚上你会饿吗 ？Surprise！ 我。Hello。叫着。我们冒着大雨，四郎哥哥领路给我们找这房间。四郎把那雨衣脱了放这儿吧。你们玩什么？唐老虎。捉迷藏。这里足够大，可以玩捉迷藏。我们来玩吗？我来找。一、二、三。蹲这儿就行，蹲，好，举着吧，举住，往辫塞里面啊，我再给你盖一个什么？18、19、20。找到了。哦，你也有千里呀？对，我有千里。还有，哎呀！饺子千万别动啊！饺子，饺子，哎，饺子在哪里呢？饺子，饺子，饺子！哎，小心！如果这样子受伤就夸张了。没事，他受伤你就告诉他喊勇敢，让自己站起来，别去扶。
啊。我们家那个就是摔多少回了都不服，站起来很勇敢，鼓着勇敢，然后就没事。找不到吗？找不到了吧？你要认输，那我就让饺子出来。饺子，认输吗？萱萱，你要认输，我就让饺子出来。你是个男生，你愿不认输？萱萱，你认不认输？饺子，你看着饺子吗？你知道在哪儿？你认不认输啊，萱萱？好吧，好吧，真的认输啊！你过来，我告诉你饺子在哪儿呢。来，预备，饺子出来吧，饺子出来吧，他认输了，耶耶，太厉害了，游戏结束，耶，鼓掌吧，那他们说晚安 ，OK， 晚安，我们走，拜拜。你们今天老师在哭啊？是你要来？在村长在讲话的时候，老师在讲话的时候，你要专心点，你不要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点头。到你的时候还不做？我不想。OK， 那你先休息一下，我先让包贝尔叔叔说，好不好？到最后你叫你，哎，这啥道理呢？你不讲，你干嘛干嘛？我们走吧。录今天录完就走了，你又不来了，你不愿意来就别来了，是不是？收拾你，回家，你要不来，你要不要来？Surprise! Just kidding! Yeah! 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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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开玩笑而已。是很辛苦，嗯，为什么辛苦？上次不辛苦吗？你们鞋子脱了吗？我的脱了，萱萱没有。你必须给把袜子给脱掉，萱萱。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怎么泡脚？泡了没有看到了，这样子就泡的是
是袜子了。先擦脸，再擦脚，然后再擦一下手手。对。本来我们的脸就已经够脏了。对呀，所以今天得擦干净，对不对呀？脸闭上啊。先擦脚，然后再擦脸，脸就会更脏了。脚好香啊！是不是好很多啊？对。舒服吗？要讲出来，要不然我不知道你想什么。说。有什么不开心要讲出来？我们现在不只是 daddy and son， you are my friend， 你是我的朋友了，现在知道吗？来，穿着。我睡不着。来，舒哥。我睡不着，我老睡不着呢。因为你没有喝奶粉。躺下。我睡不着。再躺，再往下躺，再往下躺点，高枕难眠，你这枕头枕太高了，肯定睡不着。你这样含着。妈妈。我爷爷没了，我是妈妈。妈妈能带你住城堡吗？啊？能。不能。因为我爱妈妈。妈妈。凉吗？凉。凉，那我给你再给你套一条那个裤子好不好？不要。给你套一条睡觉穿的裤子好吗？我不要。那你不是凉吗？不凉。妈妈，我不凉。好的，暖和点了吗？我刚才晚上回到房间，我已经气得都没话了。他今天跟我喊说要，我不想在这里，我要回家，我不想住在这儿，不想在这儿睡觉，我要找妈妈。我自己都已经就是很生气。我本来想安慰他，后来我想我已经安慰你一天了，而且你又是一个男孩子，有什么不想的？你就好好。你有概念吗？我不知道，他应该没，他没有，没有，他没有。但我就想，我就想算了。换成他妈妈，肯定是哎呀，我就觉得你自己忍一忍吧，受一受吧，该忍的也得忍，对吧？要成长嘛。一模一样啊，对吧？但是好事，绝对是好事。他们不来这种地方就白过了，绝对是白过。我觉得我感觉是我就是说实话的脾气真的是受了。我今天在现场，我以前就不是这样骂的，就好像杨说一样，好像军训，真的军训，他好像太凶了吧，我觉得。
张雨晨，张雨晨，现在呢？你他想找的是？是不是？啊，方里，方里，不热，累了。连句谢谢都没说过，赶紧的睡觉，把衣服放里边去。我不会放弃我这种教育方式，但是可能我会改变一些我的态度，就对他别再那么严厉。我自己家孩子，我不心疼吗？我特别心疼，但是他是个男孩子，将来他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夜已深了，爸爸和宝贝们都进入了梦乡。一起出发的第一天，他们领略了雪域高原的美好风光，跟当地藏族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感受稻城亚丁的纯净之美，感受藏区发展的崭新面貌。明天他们又要出发到哪儿去呢？老杨同学，好消息，喜欢小朋友的愿望今天都可以实现了。鸭子光，起床了。爸爸，就这一个，我觉得我就废掉。有一个帅哥在这里，为什么只有一条腿啊？一条线是一条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哥哥，好可爱呀！哥哥，我知道是吗？听着，我最喜欢，我最喜欢有爸爸。身上怎么喜欢刘拉的爸爸？是。烤牛粪多好吃！哇，好大块！我们今天很开心。哥哥，看到老杨哥哥的身上。